虽然店名叫豆浆店，但不要只来买一杯豆浆哦。看着排队的人，你会发现除了豆浆好喝，大家还会买老庄的烧饼。这家店的烧饼很特别，除了常见的烧饼包油条以外，中间还会夹一层蛋饼皮，轻轻咬下就能吃到多种层次的口感。偷偷告诉你，其实这三项正好就是这家店的招牌哦，同时都能吃到，是不是很划算呢？至于豆浆，这里不仅有传统的甜豆浆、咸豆浆，还有豆浆鲜奶，让你的早餐营养满分。